刚才是跟这个转到气象关自己的节目现场，礼拜的全球新闻短评，伊就利用十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来查找天下台些事情。今日同款邀请到的系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府陈教授为大家来做评析。先生你好，其实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礼拜带大家来看个头一条新闻是，就众多国家的情报显示，连下北韩系派兵哦来到了俄乌战争的战场上。虽然讲北韩方面呢唔很正式，但是呢，那带来的影响可能咩形态哦，形成了后续可能会用上来发展咯。一件事情诶，全世界新诶态势情啦，值得你继续来观察啊。尤其系咧，美国咧国防部长啊，奥斯汀咧，佮正式啊公开正式讲诶，北韩确实有军队啊派到俄罗斯准备来啊执行咧俄乌战争啊。同时呢，美国咧白宫诶国安副诶发言人科比啊，佮咩表示讲啊，如果讲让北韩诶军队趁俄乌战争诶战场诶话，就会变成一个正当诶一个攻击诶目标啊。所以也代表讲呢，如果啊，底下北韩的军队正式进入俄乌战争的战场，也代表讲啊，原来啊，俄乌战争的本质啊，开始有新的变化啊。而你注意到呢，也德国也媒体啊，公开表示讲，也件事情呢是过去800年以来啊，天一百啊，也亚洲的军队啊，进入欧洲的战场啊，也800年以前是成吉思汗啊蒙古的军队啊进入欧洲的战场啊，所以呢，欧洲对这件事情没轻重视，尤其是你啊欧洲啊，有感觉讲，也俄罗斯确实有也侵略欧洲的这野心，所以也这动作呢，代表讲也俄罗斯呢确实呢啊增加个军事的能量啊，那准备做下个动作啊。那你们注意到呢？那底下因为俄罗斯啊，反映也北韩的军队来同其抗下来执行一俄乌战争，同时未来没可能会对欧洲进行侵略的动作。所以呢，也代表讲啊，北韩同俄罗斯之间的一种战略啊，攀升关系啊，越来越密切啊。那当然呢，俄罗斯却提供北韩加弹道飞弹的新的技术，让北韩的竞争人啊，做得有一个能力，做得攻击美国的一种重要的城市的一种弹道飞弹的能量。所以也代表讲，也摆动作呢，让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没轻关心。那轻重要一点讲，你看南韩鸦片呢？美表示讲，佢要愿意来支持乌克兰，那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如果讲南韩的军队同南韩的军事力量进入乌克兰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的话，也就代表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慢慢开始了。其实我看到的是针对中国经济的问题 ，IMF 是呼吁中国方面呢，莫抢上外销能哦，韩国的恐吓跟自家的内需消费来提升经济，先生你用观察这件事情。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那最近就发布最新的一则世界经济展望的一则报告。也份报告里边啊，有清楚重点，第一则重点就讲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来调降那对今年中国大陆啊经济成长率，从原来5%啊，降低到4.8%。同时呢，对于明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成长率呢，要下调到4.5%，也代表讲呢，那你啊中国大陆嘅经济复苏啊，看缓慢，同时呢，明年的状况会较差啊，所以呢，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佮提出建议讲啊，希望呢中国大陆啊，采取啊新的啊经济的政策啊，你下呢，佮也要注意到，那中国大陆嘅经济政策呢，啊开始咧加强外销的动作啊，同样产能过剩的一只啊产品呢，用较大嘅价钱啊，向欧洲、美国啊、美洲其他全世界市场来倾销。亚洲动作呢，当然呢会受到的啊，亚欧美亚国家保护主义的一只反制啊，所以呢会影响到亚出口的一只能量。更重要一点讲，你看中国态度改变啊，因为啊内部的房地产市场啊可能会继续恶化啊，很多家庭啊买到亚烂尾楼啊。
又要付贷款，又冇办法拿到啊，哎，原来付嘅哈，所以呢，造成家庭消费嘅在医院降低，消费嘅能力咩降低，也系当中呢需要影响到啊先进国家啊对中国大陆嘅大陆嘅出口，同时呢也新兴国家商品同原物料嘅啊需求啊，中国大陆咩会降低，所以要影响到啊世界其他国家有负面嘅影响，所以呢，亚洲状况就表示讲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其实提出建议，希望呢中国大陆调整一下经济政策，加强刺激内部消费的能量，重新恢复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信心啊。所以呢，亚洲动作的调整呢，徐文勇也原来也加强出口的一个政策呢，慢慢的调整，希望呢对中国大陆国嘅经济啊振兴同经济信心的恢复啊有所帮助。收获了看日本的消息，考虑到呢，中国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同破坏的，哈，日本呢，而朝鲜情报机构形成很强观察。也拜日本的这个执行这个执行主席啊，冯德莱恩啊，伊呢听一百年金也还有五年的任期啊。伊上任以前呢，伊就感觉讲，中国同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间谍的啊发动，同样破坏的行动啊，越来越积极。所以呢，伊就委托也前任呢芬兰的总统啊尼尼托斯啊来研究一则报告啊。那研究乜嘅呢？就研究如何来建立欧盟的一则情报机构啊，也情报机构呢，做得加强欧盟啊直接查。做也条啊两头扎，有也意见的情报啊，所以呢，做得避免倾倒啊，中国同俄罗斯对欧洲有破坏性行动的一只啊动作，同时呢，加强欧盟的一只安全机制啊，维护也整体欧盟的一只安全啊，所以呢，也只拜托也尼尼托斯啊作为报告啊，最近啊来发布以前呢，媒体啊得到也重要一只建议的消息。第一则就会讲，也尼尼托斯基啊建议啊欧盟啊，确实有需要来成立一个整体性的情报机构，来对付啊来应对未来欧盟面临的一个啊安全上的威胁啊。但是呢，亚洲啊报告呢，前面表示讲，要推动啊欧盟啊建立啊整体性的情报机构啊，要面临新的困难。第一则困难呢，就是欧盟的整体的情报机构。冇必要同也二十七只啊非人国之间呢情报机构业务有重复啊，所以呢也系佢提出第一只原因。那第二只重点就讲佢要建议啊，欧盟要制定啊统一的一只反间谍同也情报机构一只法规啊。但是呢，部分的欧盟的国家就表示讲，如果也法规规定的话，会加太也欧盟的一只权力，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来推动也情报机构的一个行动的计划啊。第三则挺重要一则限制权，也欧盟成立啊情报机构呢必须要考虑到同其他二十七个国家还有盟国之间一则情报一则分享，同机密情报一则来源一则分享的，也是挺困难的事情，因为呢欧盟非人国之间呢双方之间无一定讲有也利益一致所以呢而分享情报也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所以欧盟呢有无能力来整合也所有二十七个情报机构成立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挺有效力的一个情报机构呢，也是挑战还是挺大的。今天下来看一看新年发生头的时候啊，台视在1945年新年24呢，联合国正式成立了，尤其明年时候啊，成立80年呢，真是很有趣，解梦了。呀，联合国呢，伊个根据啊1945年啊6月26号，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呀联合国宪章也基础呢，在1945年呢10月24号正式成立在总部呢设在美国的纽约同时呢到立法位置呢，其总共有193个非人国还有其他一个观察国那对你注意到呢，也联合国呢其重要一个任务呢，第一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呢而建构这个区域性的和平。另外呢，也联合国呢其功能就是预防冲突，同时呢而支持人道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联合国除了台非之外呢，
又成立青岛功能新的一个国际组织，嘛包括呀世界卫生组织啊、国际民航组织啊、世界气象组织，还有呀国际通信联盟，还有啥世界能源组织，也得啊重要一个国际组织呢啊，得支持人类社会共同的需要啊。所以呢，联合国其实呢具有轻重要一个功能来支持人类社会呢来维持和平，同时满足啊大家。啊，新时代需要。你啊，最新一个发展圈，联合国你啊开始考虑啊成立啊如何来规范人工智慧应用的一个国际组织，也系咪轻重要的一个功能啊？那联合国呢，以提高的权力机构系联合国大会啊，同时呢，佢要设置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15个国家，其中呢有5个国家是常任理事国，也包括中国、美国、法国、英国还有俄罗斯，所以5个国家有一票否决权，成为实质的一个权力机构。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呢，尼利亚事件有俄乌战争。有中东的冲突，还有其他地区的冲突，同时面对呀人类社会啊生态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联合国系无有啥能力来也维持世界和平，同时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呢，你全部系拭目以待。我们先生给你带来的平时等于回顾的新闻呢，是基于完全是全球韩国经济的相关发展哦。结果以下大家继续过来关注的是今年的经济峰会当中，净土和当中扮演的角色。